他们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历程，那我觉得这是很美的。还要练，但是他们这个过程每次练完他就说好好玩哦，我喜欢这样，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团体配合，彼此配合，然后彼此一直督促对方，你等一下记得这里要怎样哦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过程，尤其是我们